好，零八一，站姿弯腰的腿后肌拉筋操步骤：踩站姿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上半身往前弯腰，双手往地面伸展。动作诀窍：这个拉筋动作会让下背肌肉及膝关节承受很大的压力，不适用于下背部疼痛或膝关节疼痛的人。拉到的肌群主要肌群是瓣膜肌、半腱肌、股二头肌，次要肌群是腓肠肌、臀大肌、腰胯肋肌、胸棘肌、棘突间肌、多裂肌，有助于修复哪些肌肉问题？下背部肌肉拉伤、下背部韧带扭伤、腿后肌拉伤、小腿肌拉伤，对哪些运动有帮助？篮球、篮网球、自行车健行、格数健行、登山、地下越运动、冰上曲棍球、草地曲棍球、溜冰、溜滑轮、溜直排轮、武术、赛跑、竞赛项目、越野赛跑、美式足球、足球、橄榄球、滑雪、滑水、冲浪、健走、竞走、摔跤，可以配合练习的其他拉筋操，编号一六九。大姐，你帮我从肩膀再拉下去，我感觉一下。好。你可以站我前面。来。站我前面比较好实力。好。哎，要一直压着，不要顿，一直往下压。这样拉的感觉更好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那可以的要停住。要停住，好，我帮你停住。好，停住，等下再训练，我试一下。好，弄个下来，再下，好。你要冲下去，真的，因为他很多是利用，他很多是利用身体自然的重量，可是我筋很紧，我都绑住了。如果两个人来做，其实他很多拉筋，如果两人来做，那效果会更好。可是他这个强调是尽量是自我操作了。其实他如果有两人操作，帮他再推一把，因为效果有没有都卡住了，那个拉筋的效果蛮厉害。像你刚好我自己弄哈。有紧，但是你帮我弄的时候，我整个觉得一股热流，哦，那整个好像被拉开了。然后我自己在弄的时候是觉得紧就卡住了，就好像一个很绷的绳子就顶住了啦，就下不去。那你帮我拉，我会感觉被拉开那种感觉。所以可能这些动作哈，以我现在的状况，我的筋太硬了，一定要有人帮忙稍微推那么一下。不然我基本上卡住了，就达不到那个他想要的那个某个角度的重力的那种效果。对，我关机了哈。好。